为了让老师们能够放松心灵，我们看了佛光山日光寺举办的2021教师生命禅修营，邀请到来自各地的老师来体验禅修，还有打坐，有法师陪伴指导，透过了盘坐来体验禅修法系。金刚经讲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诸相就是有，非相就是空。专心听讲，认真笔记。这些学生其实是平常在学校传递知识的老师们。2021教师生命禅修营日前在佛光山日光寺登场，来自各地老师们卸下职务，接受佛法熏陶，洗涤身心。有生就有命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循环的。因为我们在这里安心的禅修，一边细数禅修基本细节，慧思法师带领学员禅修打坐，勉励大家克服其中的酸麻感受，转换心念，集中专注，才能达到提振精神，感受清凉禅息。闭上双眼，沉淀心灵。为期4天的禅坐研习，给予一个跟自己相处的宁静空间，同时也鼓励老师们深耕偏乡，缔结善缘，持续为教育学子尽一份心力。人间卫视台北台东综合报道。